他认为太极拳是心意拳，讲究引物，只有通过以心行气。那太极不仅可以健身，而且可以护卫。中国有影响的。林老先生太极推手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曾经获得过多次的比赛上的金牌和世界范围内的一些交流大赛的好成绩。听到别人那么明显，看过当时是怎么样。练起来，把这个劲儿拉出来。不管是个剪啊，平板面的绳子。没剪，绳子是活的嘛？红的就是。破一个大号。经常是在球场那种，反正对方那个不买，他就是没有资格，三个就都不行。打了这个第二题以后，看来今天林默跟老先生并肩的出手。再见，再见。